来看一下。穿拖鞋试衣服两天。开心吗？不开心。为什么？没有钱。可是要去 shopping， 要花钱。唉，还有楼道。这边有楼道啊，姐。帮我找一个妈妈，亲妈。他不要转头。尴尬啊，突然间。转了。哇哦。好多惊喜啊。我们去买东西啦，买东西。还有一位，哎呦，穿拖鞋，穿拖鞋方便试衣服。OK， 我问他到底有几放心，我拿着他的 camera bag 也没有给我，盖也没有给我，走吧。这个就是那里 vlog camera。Yeah， 6400，我超想买。完全看不到我自己在拍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 Black Friday， 所以我们呢就全部都一起出来买东西啦。我完全看不到。有。支持你的频道，支持 subscribe， 要 subscribe 他，开小铃铛啊！全部都在打折。就是这个，全部都在讲，买两个119，很便宜。算便宜嘛，雨衣不好哦，这样好像有点贵耶，全部都不知道买什么，叫他们来买东西，他们在自己做的，真的是。刚刚去了卡曼都，可是没东西买，所以带他们去电器店。现在要去看布品，要加很多头皮屑，这样吗？是咯，你后面你后面全部都是头皮屑啊！丢，很恶心哦，不可以啊！不要，你这个会高清嘛？不高清的才拍，高清不要，真的整个麦都湿了，是咯？为什么？又该围图哎，脏哦嘞！我就看见他身材一直在哭，这是世界上最脏的路。够呀，上高，上高，那你拍我，把你的那些 subscribe 走高完了。真的？哎，不会啦，等我充完量的话你就增加，现在的话就不可以。都糊了吗？还有肩膀那些雪花。No。哟，很恶心哎。Let it go。不冲凉啊，身体不好。那。拍太久会尴尬，一下子。都很大块。我们家的。看到了。看到吗？如果你要简介的话，请简介我那些比较能见到人的画面，我求你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这一段给剪上去哦。啊，谢谢，谢谢。走下路线。很长了，饭店的镜头都好吃。
好吃。是我就不敢做这个动作了。抬那个头皮掉下来的。灯光要够暗的。我不要这样暗的拍，要这样美。来了，怎么都上来了？综合一下，那厉害。这灯光都能拍到这样。拍的是 4K 的还是100 HD 吧？我没调 4K。哦。不可以梳头发。Stanley 在等你。我是，我不可以梳头发。可以梳头，我可以推卸。来，一些这个招式，慢慢不动。Zoom in 吗 ？Zoom in。这边。转嘞。啊，我以为你看你们更专业。我们的吗？没有。再转。啊，你们的没？哇，蛮轻的。哦。再转。没了，他的镜头只能这么远。很恶心耶！留他病着，留他病啊！他跟着努力啊！不能，他的镜头手动，手动吗？手移最近这样，潇洒带春的，哎，风流带春的。可以买。买 ，Boxing Day 买。买。刚刚拍下这个相机的主人。相机主今天的 Black Friday 就这样啦，拜拜。现在有夏天凉感，全部会这样。还是我哎。现在夏天的那个，说这个本来是去过来游啊，过来游啊。他脚很酸，等一下。